因为这嘛袂歹食。同学是先带阿嬷到便利商店挑选拜拜的物品，再去妈祖庙来拜拜求平安，接着去买蛙粿，重温记忆中的好滋味。我们今天是先带阿嬷来 Seven 买，就是待会要去妈祖庙拜拜的物品。然后拜完拜，我们会带阿嬷去买蛙粿，因为她之前有想，就是提到过，就是她之前有吃过妈祖庙旁边的蛙粿，然后她觉得很好吃，然后让她就是现在还记得，所以她想要我们带她再去吃一次她觉得很好吃的那间蛙粿。那我们在田中镇有服务一群独居弱势的长辈，那这一次呢会安排微旅行，我做主是邀请了五位独居而且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这次的课程呢特别邀请大业大学同学一起和阿嬷规划旅途的路线，那主要是能让一些代间互动来让阿嬷开心，然后再来是这条路线呢也是让阿嬷自己来选择，然后从课程中能引导阿嬷说出自己想去的地方。在阿嬷去想去的地方，大大学休闲事业管理学系助理教授谢佩玲团体动能课程与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携手合作，将学生分成三组，为田中镇的阿嬷规划微旅行的行程。三组学生，然后每一组陪伴着阿嬷去做他们想做的事。那我们有到书局的，我们有到庙的，我们有到 Seven 的，我们有去其他地方要买东西的。那透过这样子的陪伴，让阿嬷们觉得有好像有孙子在陪伴他们，那我们的孩子也透过服务学习去了解到，其实帮助别人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了一件微小的事情，他就可以把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阿嬷这次那学生陪伴你有欢喜吗？有啊，有吼啊！平常时间啊，迄囡仔安尼像安尼带你出来佚佗，较罕的吼。安尼到处去 Seven 买物件，你有买啥？买饼。买饼吼，啊是来倒位拜拜？妈祖间。妈祖间拜拜吼，啊拜拜了爱去倒？买碗粿嘛。对对，买碗粿嘛吼。安尼囡仔敢有趣味？有啊。有吼，啊你爱讲。谢谢学生们啊，谢谢讲什么话？谢谢，多谢你。谢谢，多谢哈，有爱心哈。今年91岁的阿英阿嬷说：“谢谢大家这么疼惜她，这群大学生都很有爱心，帮她安排了很好玩的行程。她已经好一阵子没到庙里了，很开心今天可以再次到庙里拜拜，祈求平安。”微旅行合作组，带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